先那些写的啊，应该主要是扶额沟的影响，所以他写的横画都是斜的，然后你有这个扭转上去，效果就非常好。生生，哎呀，这个撇的铺得很开呀、啊，生，它的生一向都偏方正啊，好像好多次都这样子，横画都是比较重的。浮浮，重的、轻的，但比较长；细的，弯曲比较大。那有弧度，伸的比较长。瘦劲的，瘦劲，这边几乎都是一在保持瘦而有弹性的笔法，瘦。又有弹性的笔法，还是不是很重啊？都是比较瘦的笔法。支点，上面很窄，下面很宽呐、啊。鸡就。稀稀瘦瘦的，点点点，好，重的，出到细的，出到细。笑左边轻，左边轻，右边重，哎呀，重的，匀就笔画都看起来比较重，点饱满的点。而且还蛮大的，